Hello，大家好，我已经到越南了。好，那今天我要来玩关卡三邀请。他说赢得这些赛事看看有什么呢？耐力赛跟淘汰赛。好，先打淘汰赛。还是用这台小车吧。好，看起来都是那你看啊，我在这个赛道并比较不擅长啊，那路有一点窄啊，哎呦呀，好痛！哎呦，前面那台在干嘛？搞什么？我追到他，他又跑走了。哎呦喂呀，没事没事。有时候我都会对那些有的没有的对手名字乱改一下，那有时候不怎么样的名字被我改成超级难听，没办法哈、啊。谁叫他们有时候比我还强啊？然后我就只能用那个刹车减低，在刹车辅助减低来赢啊。因为如果刹车辅助关掉的话，我可能会输得很惨呐、啊。如果那方向盘，其实方向盘没差，但是我通常都把它调高啊。那如果是牵引力的话，牵引力不要提了。我关的话，我会最后一名的。已经到64台了啊！这样子是不能等他的。应该可以等他了。赚了4400多块。这次没事，这次没事。为了在24小时的雷曼赛事具有真竞争之力，什么有效率是拿出创新。那现在是耐力赛。听说这个迈向的 Mars 之路好像有60个目标，但是绝对超过60场赛事，这是我确定的。因为有时候他说什么赢得这些赛事，好吧，那有时候3个啊，有时候2个啊。就像刚刚那个是两个啊，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像下一个是3个还是怎么样的，等一下看。没事。有3台车啊，被甩到外面去了。
哎，不是被甩到外面，是我自己把自己抛到外面去的。哎呀，喂，撞到了啊！没事没事，safe 啊，OK，啊，加速区到了，撞了，前面才两台车，我告诉你嘛，随便啊，反正这个升级我也不想升的啦，反正这升级没有什么用啊。哎呦喂！那接下来一圈超过5公里的话，那我就开个2圈嘛，然后就在终点线后前面那边一直停到0秒就好了。我干嘛浪费那么多时间呢？反正这个影片我不想要录太久了，因为也是因为时间了。如果是在最后一个层级的话，可能我会剪裁一下了，因为最后一局好像要半个小时还是怎么样的。我也觉得，就先录那前就第一圈、第二圈嘛，然后到最后一圈的时候，我再。在剪裁那边，然后开始录就好了。不然的话，时间你们这样看也看得很无聊，因为反正怎么样，那第一圈就第一名了嘛。中间也没有什么好看的，就看说我几分几秒啊，然后那个距离第二名多远啊，或是怎么样的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要说啊，等一下说，哦，现在说。就是说，因为那个99 Hybrid 那是从升级七开始就一直要用那台车啊，然后所以因为时间有时候还是不够了，所以就是我没有时间再等它维修，所以我当然就是有时候会开一下那个什么技师的服务，但这样的话赢了，那得到第一名才不会。就是扣太，就他就不会扣我的那个车子，那个坏掉了，就他不会让我车子坏掉，所以反正现在81个金币嘛，那随便用啊，但是我也不想用太多了，因为我还有90%的车是需要用金币来买的，所以当然还是不要滥用了，我都这样觉得哦。那我们就在这里再等个一下哦。来做个表演特技好了。不是，对，牵引力关掉，然后，然后来看看，不行，不行。好像不行啊！没办法啊，看起来是没办法了，能力还是有限嘛。那就让他好好的等吧。刚好12.5公里。他怎么还在往前走啊？好奇怪啊！蛮奇妙的，我又往前走了10公尺了。我打回正，我打回，我又把它打回去好了，看起来，好，在。好，目标结束，那车子长得这一副鬼样呢。哦，层级一完成，差一点就需要维修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目标。
啊、哦，又是耐力赛啊！好了，还是用你啊！啊 ，Speedway， 太好太好了！赢得此耐力赛，不要碰撞，也不要驶离赛道啊、哦！这可难的。好，那准备要开始喽。说不要碰撞，也不要驶离赛道的话，好，就是想要讲求完美嘛。问题是，碰撞是可能吗？好了，那就从外面超车了。哎呀，没事，撞护栏是没事啊，撞车子就有事了。这是我在这里学到的经验。当你车子要失控，你就去撞护栏，不要去踩草皮，或是真的去撞车啦。如果是在这种目标的话，哎呀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在。好。随便开就已经开到3.6了，3.7了，3.8了，好吧？一圈4公里的话，那开3圈呢？啊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还是要减速一下，不然的话，有时候撞到还是很麻烦的啦。好，完成一半了，第五名5.6公里，超过。嗯，长黄色那一台，哎、欸，好开，我开外面，当然是外面咯。哦，好强好强！有时候他有时候都会变换车道，有时候都我开在最旁边，然后别人来撞我，然后就从好我那一次好像从第二名掉到第18名了。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哎，一次超3台，哎，好了，2台就好了，这还是可以赚很多钱吗？就哎，第一名才9.6，以为是9.8还是10点几的，咦，10公里了，好，那我们开到终点线就结束，就。在那边休息一下。哎呀，算了，再开几圈好了，不要浪费这些时间。这样子还是可以再赚好多钱的。哎呀，我919 Hybrid 还是要升级嘛？那PR93呢？嗯，问题是我还没有到神级7啊，所以还不行呢。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就是停下来就好了啦，因为有时候如果你一直开的话，你还是几率越那撞人家几率就越大啊，所以好啊，没事，好好，那等一下就。在终点线休息吧。好，终点线到了。好，那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。啊，看起来不能做什么，真是不知道干嘛。嗯，哇，没事。啊，不行，我想倒着开。算了，不要倒着开好了。等一下，风险还是变的。啊？哎，怎么都没有对手啊？奇怪。啊，倒着开，倒着开。
我不相信别人会撞过来。真的没有过来，奇怪了。就会在那边等等一分钟，我怎么可能连一台车都没过来啊？看起来是电脑设定说，就是你要超过才可以那个，所以。那目标二也完成了，好，那我们到了最后一个叫目标三，它要教我们赢得这三场赛事。哎呀，又什么鬼耐力赛了？哦，那今天来用一下这台蓝宝坚尼。反正只是赢嘛，随便开啊。好了，蓝宝坚尼升满等了，不错啊。其实我升满等的车不多啊，因为我主要还是要先买车嘛，因为。有时候车子有活动啊，或是不小心从那个限时系列赛中免费拿到啊。之前还有 flashback 的时候，我还是蛮容易拿到的啦，因为我可以选择在比较有利的时候再打啊。如果是那个。那时候一开始就第一次有的话，那他时间掌控会有一点不好了，因为可能那几天断考啊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玩了。那这样的话就很衰啊。所以其实有那时候有 flashbacks 的时候蛮不错的啦，但是后来在五点七还是5.6的时候就没了。我唉，其实可以还是可以继续有那些啦。我其实还有。还有好多台车要免费获得，但是都没有。至少我已经把职业那个层级的车子免费获得，剩下一台了啦。因为那时候 Cayman GT4 还有 Renault 那电力车我都没有拿到啊，所以在那一次的 flashback 的时候，我就免费获得那两辆车。在我 flashback 最大的收获就是获得那台法拉利 F14T 啦，因为价钱1050个金币啊，然后当然就是很难呐。那我玩了很久才免费拿到的，那也很宝贝那台车啦，车子从 P299 升到了121吧，蛮开心的啊。那问题是。引擎，我就最恨升级引擎了，因为它那个升级引擎，它需要，我记得好像那一个需要110个金币啊。问题是我需要存很久啊，我也懒得存那些啊，所以当然就买车比较重要了，因为买车可以有时候系列赛就不用在那边一直等啊，因为有时候因为就那个什么。那个生涯系列赛，那什么 C 组冠军赛啊，还有那个什么 C 组冠军赛，那 McLaren Generations 那都是全部都金币车啊，我就自己也很懒得买啊，所以我还是想要等等机会啦。好，这台车是没事的。那等一下，它上面是不是还有个耐力赛？等一下可能会有剪接画面啊，如果剪接不好，敬请见谅啊。因为我剪接我啊，我剪接最近才学啊。随便操控这些无脑玩家了，哎啊！
有时候9976，蛮奇怪的，99明明就81呢，他在76。哎呦，前面还有9台车哎，那搞什么啊？有时候我也是不喜欢这个赛道，因为就是很难超车啊。然后有时候超车，然后马上又被超车啊。哎，就像这样子啊。你看那第一名就已经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然后都要追很久。然后有时候遇到对手，然后那等级又，他是几乎车子升满等，那你看那前面那台，那已经跑出我的视线范围以内了。而且我 P252 哎，那人家车子升满等47.1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啊，那开外挂啊，我也不知道电脑要怎么开外挂了，那就是超奇怪的。哦，前面还有4台车，好好追吧。其实一圈追一台也没差了，就是还是要赶快追到，不然的话后面还是很麻烦的。至少在这一圈把那个 Speedy Perkins 追上好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有时候人家取名字就是取超级无敌长的，我也觉得搞什么啊？那然后还有什么网路多，那什么延时多人啊，我就自己也很不爽，因为人家就开什么，我就有时候都输很惨啊。还有那个什么 V8 火爆表演赛，其实我对那个不是很好了，因为那个最烂的车升满等 PR38，然后最好的车升不升级就 PR60，那就用那台车随便打随便赢啊！那我有时候我是好不容易才第一，有那全部都第一名的，我是自从有那台九，我是那个那时候我没有918了，就是最好的车是918，就我一那时候都没有买，因为那。84.5万啊！谁想买啊？我是到后来有钱了，我才去买的。那在那之前，我都是用什么迈达伦 MP412C 啊？那它是卖的59.7啊，但是然后升满等刚好可以打最后一个赛事啊。然后我知道最后一圈，那人家在倒追，然后就有时候倒追很烂的，然后才超过的。对。那个飞行器那一直在那边都不动的，我觉得有时候他电脑设计怪怪的。而且为什么每一次都要把我排在最后一名啊？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超坏的！尤其是在那，你看那走没几百公尺就要转弯的。好了，最后一圈了。哦，那所以说那个对手那什么 Kid 07，好，挡住了他的后面那台，挡住了他的去路，很好。所以啊，如果圈数够多的话，随便玩，就算你 PR 值比那个他建议的低很多，你还是可以赢的，因为当然了，就是。完全不靠技术的了。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赛事，他要玩45分钟，那在24小时赛车道，要开12圈，超强的。
好，那再等一下看看。好，那获得这些奖励。好，那我们要打最后一局了。像这一台好了。9.4公里。打好多局耐力赛，我超讨厌耐力赛的。虽然我有耐力，但是。很不喜欢耐力赛，哎呦喂呀！哦，还好没事。对不起，因为那个刚刚手机没电了，所以我耐力赛只能破我的成绩，因为呢，就我发现说已经结束了，所以啊，只好这样子了。车在维修了。那来看看奖励是什么。5个金币，那今天的份就差不多到这里了。那从关卡4开始会从明天开始继续播。好，谢谢大家。